整齐划一的动作展现同心同志。今年有许多造血干细胞捐赠者切入金藏。在捐赠的过程中啊，其实就是一直师兄师姐就是真无微不至的照顾啊，那让我其实就有感受到这一份大爱，那也想要借由自己的力量可以去让这个力量去发挥更大，希望去影响更多的人。去年成功捐赠造血干细胞的陈诗涵，希望能帮助更多人。今年培训受证，会培训的因缘其实也是因为捐赠的关系，因为那时候在捐赠的时候啊，就包含时间上啊，然后还有在安针的时候，我也都抽不太到血。那时候我就整个人很焦虑，后来虽然有顺利的捐赠，但是我就在思考说，哎，我要救一个人，都已经这么的心不安，然后觉得很困难。可是上人他想要的是为佛教、为众生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不能再犹豫了，我真的要就是也要走出来。法入心，入行，志工们发愿将佛法落实生活，走入人群行善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萧静文、童宏玉、李明章配备。